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，君道修身戒贪第五，训有之，内作色方，外作情方，甘酒四阴，俊与雕强，有依于此，未获福王。这一条啊，是出在《尚书》第二卷，内作色方。那么这个色方啊，是迷乱于女色。方这个字啊，它的意思是纵欲迷乱，意乐过度，放纵自己的这种欲望，这个心啊迷乱了啊，被这个欲望啊所迷所乱了。欲啊就是放逸了，享乐啊过度了啊，这个就是内作色方啊。外作情方啊，这个情是禽兽这个情，这是指出啊迷乱于捕猎鸟兽啊，这个情啊指鸟兽啊，这是指出一桩事情啊，就是去打猎，那整天呢、啊、迷在啊这个到外面呢、啊、去打猎啊，去捕抓啊这些鸟兽，迷在这上面，这叫外作情方。甘酒四阴、那喜欢喝酒，酒喝太多了，喜欢唱歌啦跳舞啦啊，这个没有节制的啊，这些音乐啦啊，特别是靡靡之音。俊宇雕强啊，这个住豪宅啊，这个雕梁画栋啊，过度的浪费啊，去装饰啊，花钱花很多花在这上面啊，这个是房主大宇啊有这样的话，这个训有之啊，这个训是房主大宇啊，他还讲过这样的话啊，这里举出啊六条啊，就在内心啊迷乱女色，纵欲迷乱啊，这个放逸享乐过头了，在外面呢迷恋这个游玩打猎啊，一天到晚啊在外面啊这个游玩啊，迷恋这些打猎这些事情啊，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举出这一个例子啊，那我们不能读到这一条啊说那我没有去游玩，我没有去打猎 啊，但是你到外面啊这个好游荡啊，那像现在呢你去玩啊种种的那些娱乐啊，去打电动玩具啊，那这些种种的啊，或者呢一天到晚迷在这个啊那些比赛的啊那些运动上面，包括在这一条里面，那么纵情的饮酒啊，这个是喝酒，这个也是毫不节制的啊，浪费啊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这个都不知道节制。还有贪嗜啊，就是嗜好了啊，这个贪着嗜好，唱歌啦跳舞啦，也不知道节制，不知满足啊，住豪宅雕梁画栋，过度的装饰啊，我们在新闻报道上啊也都看过啊，这个
有的人啊，他一有钱啊，那他买的那个别墅啊，那个是天价啦。这个我们在国内外都看过真的是天价。过度的装饰浪费。那么以上几项只要沉迷于一项就没有不亡国的。那何况这六个都有，那肯定要亡国的。那么这次举出一个国家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这样的，那有一项就会亡国，六项前六那肯定会亡国。那么一个国是一样一个公司、一个团体、一个家庭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国是家的累积，很多个家合起来就一个国。那如果一个家庭、一个家长家长就等于这家的领导如果是这样的，这六条有一条这个家也会败亡你一个公司、一个团体那可能很快就破产会倒闭那有一条就不行了，那何况两条、三条六条前六那怎么会不亡国呢所以这个要避免，所以这个凡事都要有个节制不能过度所以这个六条都要避免，你才能保持一个国家长久的兴盛一个公司、一个团体长久的兴旺一个家庭长远的幸福。好，那么第五条，信有之，内作四方，外作秦方，甘酒四阴，俊与雕强，有依于此，未获福王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